辛苦晒你啊，福哥，你个病真系好翻啊，好似发咗25年梦咁，而家先醒翻，估唔到天赐嘅水真系将你变成好汉，福哥太好啦，真系好啦，福哥。 皇上喺度，我哋唔可以咁无礼嘅。小民王元丰参见皇上。庄氏不必多礼。朕喜欢听你唱嗰首《定心咒》。定心咒唱俾皇上听啊，请皇上恕罪。你仲着咗皇上嘅龙袍，替皇上解围添啊。论功行赏嘅话，朕就封你为自在将军。末将谢恩。 家人可有功名？太常子少卿王仁琦正式家父。哦，原来王仁琦嘅公子。好，回宫之后朕要王少卿带你入宫见朕。多谢皇上。系咧，小翠，点解呢啲事你唔早啲同朕讲咧？皇上你正在遇难，民女唔敢提呢啲闲事。啊，系，王少卿都系一个可以委以重任嘅人。 不如叫封哥即刻入城，将皇上嘅情形告知少卿大人啦。呢个系朕嘅随行印章，你拎翻去俾令尊，佢一睇就知。你叫佢暗中联络禁军统领袁忠，布下天罗地网，捉拿相国冒充连。末将领命。皇帝失踪，凶多吉少，边关告急，国事纷扰。 终书不能一日无主，朝中文武大臣一致拥戴相国大人，希望大人能够早日开国登基，君临天下，现奉上新朝国玺，以表示俯首之忠，如沐之盛。乖乖龙跌倒，好，恭请相国大人登基称正。 仲兴既有此心，老夫都不便谦让啊！御史台给谏，王明远启奏新朝，速出榜文，昭告天下。咁出榜安民嘅事，就由你一手去办，并且劳烦你大笔一挥咯。系属下嘅荣幸，即刻去办。好。 喂，睇下啦！睇下你赛几靓，慢啲睇下啦！系啦，慢嚟拣啦吓！慢慢，好新鲜啊！睇下，特别靓啊！好靓啊！就好靓噶！走啦，小姐慢慢行啊，慢慢行。 大哥，你喺出边啊？阿芝，我喺厨房煮啊嘛。放纸鸟，你仲唔一声翻嚟啊？哎，你冇问埋牙汤咩食啊？吓，净系挂住食嘢，你无端端走咗去啊！阿爹娘亲急到头昏白晒啦。个傻仔，我唔翻去啊！喂，傻仔，仲记唔记得我啊？英豪哥啊嘛？哎，系啦，相国大人四周围揾你啊，你走咗去边啫？你叫我翻去啦！唔得唔得，我有意见皇上啊！吓，你都知边个皇上咩？我梗系知啦，皇上佢啊，封咗做。 大将军啊嘛，得嘅，等斩咗袁忠个头，之后下一个轮到你做噶啦，快啲回楼啦，快啲翻去啦，我等你唔翻啦。
皇上馬頭髮俾佢食㗎，我已經成咗佢㗎。快啲帶佢走，佢狗成日見過皇上嘅，帶佢走。走啦，見佢啊！哎呀，點解小翠個個都唔嫁，偏要嫁俾佢啊？帶佢走。唔得，我唔去啊，我唔去啊！救命啊！大哥，放咗我大哥。你啊，好多管閒事啊，快啲去打你個馬鞍馬啦！ 如果唔係啊，到我入咗公做驸馬，你啊只有大紅燈籠高高掛，坐對馬鞍行雷花啦！行啦行啦，馮國英，放手啊！阿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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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
咁多银嘅？启禀上国大人，听讲佢见过皇上，今次一定要问清楚佢。见过皇上？系啊，我见过皇上啊，咁啊点啫？八面老奸！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阿爹啊，咩嚟噶？呢个系皇上出行嘅玉玺，见玺如见皇上啊！玉玺？玉玺点解喺大哥手上噶？点啊？ 山上面有啲咩好食啊？嗱，有鱼啊，旺仔食鱼噶。鱼？山上边何来有鱼啊？乜你咁蠢噶？山上面有镜啊嘛，镜里面有鱼咯。唔系俾你个傻仔激死。山上面何来有镜？镜里边边有鱼嘅啫。山上边一定有水，水平如镜。哦， 宋国大人，沿着河流揾，一定能够揾到。冇错，唔得，你揾唔到佢嘅。你讲俾我听，点样揾到皇上？我立即放你走，好唔好？唔，话俾你听。点解啊？你啊，你系八面老奸嚟噶。你放肆！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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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惊啊！唔使惊，唔使惊，有我都唔使惊。佢啊，系咪？我有见到佢出嚟啊。唔得，佢都有啊。坐低先。 干杯，干杯吓！好好，嗱嗱嗱嗱，我同你干杯，你讲俾我听皇上喺边，好唔好？干杯，嗯。啊，嗱，干完嘞噃，可以讲未啊？皇上咧喺，皇上，哎呀，皇上喺边啊？喂，嘿，又整乜嘢啊佢？起身啦，好犯罪喎！喂，喂。 凭住呢个随行玉玺睇嚟，皇上啊派遣太常大人嘅公子王元丰，前嚟调遣人马肃奸振叛，可惜王公子俾相国府捉咗佢，而家生死未卜。孩儿拜见阿爹，中太史大人袁大将军。元丰，你系我儿子王元丰？系阿爹，我系元丰啊。 你点解会变得咁正常噶？为父真系唔敢相信，难以置信啊！阿爹，托皇上嘅鸿福同埋小翠嘅帮忙，得天地嘅灵气，孩儿而家已变翻一个正常嘅人啦。不过呢件事说来话长，阿爹，刚才孩儿混入相国府里面，仲将毛重年私自铸造嘅玉玺偷咗翻嚟添。你睇下，毛重年私铸玉玺，叛国有据。 我等立即召告诸侯会师勤王。王公子，咁你知唔知道皇上而家喺边度呢？佢而家喺十里坡嘅土地庙里面。末将仙女迎接圣驾，两位大人告辞。快啲去啦！令郎英勇果敢，令人十分敬佩。呢件事，在下发梦都估唔到啊！你太谦，你太小翠。
你个小子一直喺度装癫扮傻，陛下，呢个小子的确系个傻仔，佢绝对冇可能同皇上喺一齐噶。的确偷咗我玉玺噃，偷玉玺恐怕另有其人。陛下，你要慎防内奸啊！ 启禀上国大人，祁公公派人来见。请。启禀上国，皇上在追月山遇难，公公要上国，以发丧为名，尽公义事。一则兵简太后，一则成立新朝。鬼鬼笼啲都唔明噶。 在，下官在，老夫兵发大乱，顺我者生，逆我者杀。国之大丧，去剑者解剑。解剑。 与叛贼密谋造反，有违大内太监不悦公门之禁令。有关举动，阁下切记行刺皇上，密谋造反之事，佢已经直言不讳。一嚟，将部队通通捉住。咪住，喂，鬼笼啲都，佢有个禁军统领，佢而家谋逆上国，拘拿无辜，眼中。 有冇王法？咁朕又可唔可以代表王法啊？啊！皇上万岁万万岁万万岁！